挥舞浩壮无比的斩龙巨剑，以压倒性的破坏力施展斩溃动作，将大量敌人拦腰斩成两段。日本黑暗奇幻漫画经典大作《烙印勇士》与无双系列携手合作的《烙印勇士无双》，最近释出了第一波的宣传影片，让玩家们得以一睹这款史上最暴虐血腥的无双内容喽。玩家将化身为原著里的主角黑衣独臂的狂战士凯兹，因为遭到了敬爱的佣兵团长，同时也是挚友古利菲斯的背叛，失去一切的他誓言要对古利菲斯展开复仇。原作曾经多次改编为电视动画以及剧场版，而这次的游戏便集结了自黄金时代篇到目前动画播映中的千年帝国之鹰篇之间的故事，不仅剧情还原度高，就连动作与系统也忠实呈现。玩家可以使出主角身上所有的给息，包括了十字弓箭、装在一手上的大炮，当然使用招牌巨剑把敌人砍瓜切菜般的一扫而空更是少不了的咯。为了符合原作的血腥程度，本作还特别加入了断肢喷血的效果，这可是无双系列前所未见的呢。想要体验烙印勇士壮阔剧情的玩家们，记得持续关注本作的最新消息哦。